现场，又到了广告现场这个单元。今天见到这位特别来宾不得了了，光听他的名字就知道，他是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。因为他虽然只有一半的美德，他的名字只有一半的美德，但是呢，在香港的知名度已经是红透半边天了，不得了。他的勤俭的程度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听说是连这八年来出道八年了，连绯闻都舍不得发一篇。已经挺到这个程度啊！到底勤俭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欢迎他，让他自己来讲一讲好了。欢迎超级巨星李克勤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你好，李克勤好，来来来，同学献花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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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慢慢来啊。谢谢谢谢。握握小手。谢谢。我走，我走。谢谢。能握握得好开心啊！李克勤你好，第一次到台湾来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来到这个，要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，讲得越详细越好，让台湾的朋友多多了解你。我是李克勤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。我在香港除了唱歌以外，还有主持一些节目啦，还有拍电视剧啦，还有拍电影啦。虽然不是太多，虽然不是太多，不得了啊！李克勤外形，人家说他像王中平，可对嘛？哪有嘛？哈，帅多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唱起歌来，歌声很像，非常像谭咏麟的音乐校长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哈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演起戏来不得了了，很像周润发。哎呦，真的耶！主持节目像什么？我自己也看不出。人家说你主持节目三八起来像周星驰。像什么多？哎，像这么多，真的是不得了了。你看这么优秀，有没有什么地方的像你？你像我就完蛋了，像我就完蛋了。香港有过中秋节吧？哎，香港中秋节都是怎么过？赶快讲一下。提灯笼的，提灯笼的。好好笑。不是小孩子提的，那你们元宵干嘛？也一样的提灯笼，但是现在香港的小孩子不提灯笼了。香港小姐啊，不是香港小姐，那香港小孩子都不提灯笼了。哦，那都现在灯笼反而是大人跟老人提的了。不是，灯笼太贵了。灯笼太贵了，买不起了。那你们也有吃月饼吧？有，当然有。我们刚刚讲到中秋节呢，今天呢，给你杀避暑了，请了很漂亮的嫦娥来给你拍广告。来，我们欢迎其他所有伟大的演员们。很厉害，请问你是小象队的哪一个？哦，来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我姓张，叫张华明。叫了一组，向后转看一下吧。哦，不错。哎，为什么你拿那个？你不要随便碰人家那里吧。没有碰到。吓他，吓死他。这哎，对啊，你戴个这个是什么？梳子是什么样？梳子。等一下要用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带上来做什么？不是，他从他家里来，你知道要来看你，就一直输到这里来。你演月球，叫什么名字？杜欣怡。杜欣怡，好，演月球，好好演啊。树，对，请问尊姓大名？简玉珍。简玉珍，好。胖兔子，叫郑文鸾。好，这一位。吴刚，吴刚，哎呀，恭喜你！尊姓大名？姓周。周先生，好，周先生你好。这位打板小姐，请问。第一个镜头，胖吴刚来，吃力的砍树啊。那么玉兔呢，就要很缓慢的走进来啦，对不对？你要一边很生气的说：“胖嫦娥啊，胖嫦娥啊，要起床了，对不对？”好，来打板，梅龙贝 Kara。吃力的砍树，哎呦，那架势刚砍的，哎呀，好，这时候玉兔跑了进来。嫦娥，起床了，起床啦！你怎么会同手同脚呢？辛苦了，起床了，嫦娥起床了。哦，进来了。你很满足吗？这样子的演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嫦娥要很优美的哈，这样微笑就好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你假装你已经进来了啊。好呀，从你这一句开始哈，美龙，美龙，美龙，你在看戏笑成这样啊？控制一下，美龙来，预备 ，Camera， 我来了。
喜欢哎，吴刚的照片也晃动起来了。嫦娥太胖了，一下重心不稳的，玉兔赶快赶快上去扶住他，两个人就倒在地上了。你们俩在干嘛？你们两个在搞，你们两个要倒在地上啊！而且你跑过来要 slow motion， 嫦娥我来啦！这样叫跑过来，跑过来扶住他，然后两个就跌倒在地上了哈。好，从你开始哈，从玉兔过来哈，嫦娥我来了哈，好，美龙打摆预备 ，camera， 嫦娥。两个人扶不好就跌倒在地上了，哎呦！胖吴刚还是努力的在砍树，胖玉兔的靠在嫦娥的脚上喘不过气来了。嫦娥望着阿姆斯壮的照片，好，吴刚拿着大斧头对嫦娥说：“嫦娥，我砍不动了，请你帮帮我。”好，小 case， 是小 case。嫦娥才一经过，啊，阿姆斯壮，阿姆斯壮的照片也碎了，树也断了。这个时候，阿姆斯壮从地球上飞来，远远的看到嫦娥，两个人以慢动作跑进，互相的拥抱。阿姆斯壮抱不动嫦娥，两个人倒在地上。哎，慢慢来。对，姐姐慢慢来，很重要的。哎，远远的，我们看到阿姆斯壮飞了过来。哎，对对对，两个人继续倒在地上。天哪，嫦娥。师壮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两个人挣扎的爬起来，两个人挣扎的爬了起来，因为嫦娥太胖，很重啊，实在是爬不起来，又跌倒了。哎呀，又挣扎的要把他爬，要把他抱起来。还好吗？嫦娥还好吗？阿姆斯壮说：“哎呦，又跌倒了。”两个人又跌倒了。这个时候，阿姆斯壮说了：“你太胖了。”哎呀。你太胖了。嫦娥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吃你带来的月饼。”啊，真的吗？阿姆斯壮要说：“放心，我今年带来了。”放心，我今年带来了。带来了。带来了这个进取低脂高清月饼。月饼，月饼来给你，吃完了不回，那么胖。越是越苗条哦。越是越苗条啊。谢谢。